好的，兄弟们，有一位老板来遇到了啊，有一位老板来遇到了，净牌烟花出价5009啊，5009啊，欢迎遇到的下一位老板啊，欢迎遇到的下一位老板来遇到啊，请叫他朱总啊。有人说那是5万，对，5万就是5009啊，直接给你转换成人民币了，我知道那是5万，但是5万点不是5000块钱吗？啊。谁烟花说我拍2万烟花，我来2万烟花，都说我拍2000烟花啊，谁说那个零啊，大哥啊。欢迎邱总。邱总的号经验的遇到应该排个1300吧啊。想看看邱总的空号吗？郑少秋是邱总吗？那他妈不是郑总吗？啊！我们的邱总有一句口头语，我不认识这个技能哦。哪个服气啊？好了，兄弟们，咱们先不看它的外观，对吧？毕竟外观不加属性。这是邱总175级的空号，先看打服战必备的条件之经验，1395亿的经验啊。坐席2.34满。2.34满，2.31高，2.29高，两个满，两个高，经验1395亿，法宝、神器，基本上啥他妈都没有，行囊4个格子，全都开满，召唤兽格子12个，全都开满啊！邱总的空号啊，1395亿啊，1395亿啊，经验非常高啊！邱总板凳，板凳。邱总这次要玩一个上场的门派啊，嗯，这次在家里待这么多天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们挪用超市的他们那个啊销售额去了啊，这次估计回郑州的话应该是拿着4袋的现金回去啊，然后一起期待一下邱总的门派吧啊，大家也可以替邱总想一想啊，邱总也是要牌面的啊。他这空号太强了，他这空号太强了，兄弟们，1395亿，就是1400亿的经验。天亮祥生、天眼猪、山海狂沙、古龙、九尾冰狐、冰晶魅灵、群猫团子啊！闲着无聊，很多祥瑞啊，不是限量的，他们也买，一样买一个啊。当然，这不是邱总本人买的，这是上一个主人啊，上一个主人买的啊。空号就他们已经花了10多万了，然后神器还没弄呢啊，翻版也有啊，这号造型啥的还可以啊。邱总立志于打造一个500万的号，用时63年啊，用他余生所剩的时间啊，然后给大家打造个鱼岛超级服战号啊，对不对？500万分67年投资啊，一年投资个20万，2年之内不会再投了，空号已经有了啊。这个号用来鱼岛，用来力保鱼岛进16强，保证经验的充足啊。没有还没有神器，对，这号没有神器，神器其实几千块钱弄了，就是3级的白板不是特别贵，他这号不是输出3级白板的就行了啊。嗯，兄弟们，有的有没有室友快挂了，什么室友临死之前想看邱总打一把服战啊，让室友坚持住啊，梧桐马上就要上场了啊，梧桐都要打服战了，我操，这次是认真的啊，这次是认真的，别的不说，这个经验就是代表是认真的。
对不对？他不是买个600多亿、700多亿、1000亿，1395亿这种号买来就会疯狂的刷经验，一个月保底35亿。修炼要看一下，我操，你在嘲讽，人家要打符战，你要看人修炼。辅助技能给你看一下都行，满强身、满强壮、满暗器、满冥思、满打造啊，满强身、满眼神、满逃离、满追捕，一个融会贯通就已经证明了一切啊。好，狗垃圾加油啊！兄弟们，狗垃圾回家15天就买了一个10多万的空号，狗垃圾再在家里待一个月，我靠，都得没事了。狗垃圾不开直播是给你们挣钱的。狗垃圾开直播是来给你们啊，对不对啊？给你们发福利的啊！狗垃圾只有在不直播的时候才能赚钱啊！哎，最近超市生意还好是吧？啊，行了，给狗垃圾号下去了。